我们今天开始上第四课，Lesson Four 哈。工作就是 logan 嘛，工作。老师 logan 呢，不代表这个别忘命令没他学 business 嘛，我呢，你做什么工作？你做什么工作？你把 logo 了。那老师什么工作你嘛？过 logan 呢？logan 听嘛不？那老师在哪里过 logan 呢？logan 比如说老师对我们的，老师在那可以去问 admin 那个什么，老师来了没录呀？不，你做什么工作？你把了，没错，老师说，我叫老师录了嘛，懂我呢？你做什么工作？我是老师，我是一名老师，但是我是一名中文老师。比如说，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我爸爸是医生，或是我爸爸是警察，等我等一下叫什么？Lo 的，把 lo lo 的说 lo 的念嘛，老师 lo 把 lo lo 的说念嘛，老师，就是 PT 嘛，不，所以老师就别那么困难，不，那就讲的，我叫医生啊，我叫什么什么，我叫老师，二名老师我们系，我呢叫吧 P 不 P 还特别嘛，没有嘛差别吧，那所以老师说，老师我名啊名，你叫什么工作？我是一名中文老师啊，丢啥钱嘛？丢皮的不多的。你爸爸做什么工作？明星上名片啊，古巴路了，那名片老改哦，动情的，妹妹丢不丢了？老师说了，迷路呀嘞，我爸爸是什么什么的，把皮的不？那你在哪里工作？啊，那老师啊皮在哪里？古尔贝尼亚嘛嘞，所以皮就是在哪里念嘛皮贴嘛？我在公司工作。我在公司工作，那肯定嘛，漏漏的。啊，那问题啥子？我在百货公司工作，是不是因为嘛漏漏的？我在咖啡店工作，这是什么？那个 coffee 山嘛漏的。比如说老师面新加坡嘛漏漏的。我在新加坡工作，啊，新加坡新加坡嘛漏漏的。明港马来西亚嘛漏漏的。我在马来西亚工作，我这边都有比马路路的。我在中国工作是轮流东亚的，所以你嘛主要是老师这个 main 就是说，你叫什么工作？米亚路改你呢？不得比米大爷，还有活人你别尼亚嘛路路打的。你在哪里工作？你叫什么工作？是老师的美梦呢？那老师美工的老师那教你吧呗。你叫什么工作呢？你在哪里工作？那还有雇你的活儿，就是帮一个就帮忙，帮啊来雇你的，帮忙啊来雇你的。老师有时候啥么嘛不能 read the basic part 白嘛，你经常会看到一个字帮，也是雇你的，这个表嘛，帮忙雇你的。懂了呀，那老师读了不得了，我叫你稍等，老师不要表扬的，不能因为老师那里开路，明年的阿喵啊嘛，就是夜他那保安地雷们介绍这边美色的 introduction 的，就我介绍说秘密给我秘密美色的，介绍的美色的，介绍啊美色的保安，所以 introduction 的保安 Peter 那帮对吧？介绍的美色的，这个工作是谁帮你介绍的？这个工作实际吧，第二个，这的工作老板目标里呢，各有懂他吧嘞，所以这工作路表达太，这个工作路表达比较完满的这个工作实际我用的是就是外，这就是谁帮你介绍的？不都讲你个雇你的没事别打嘞，路表达太，不都讲你个没事别打嘞，路也把它变聋哑巴嘞。第二这一边嘛，老师或者你也别玩了，你帮我爸爸吧。老师说二妈爸嘞，这个我都没有开呢卡嘛，路开呢，雇你 request 路嘞，第二个老师帮我先嘛开呢。二妈老师一场讲到比哪里多吧嘞呢？这个工作是谁帮你介绍的？老师帮一个就帮忙啊，这边雇你的。可是老师你们把他边看嘛？我都讲你用雇你没事别啊，你路没把他那边写嘛路，就是我都讲你没事别啊，你路你把他边嘛。可是这卡边帮特别啊嘛？这个工作是谁帮你被叫谁介绍的？那老师啊，比如说第一个问啊，老师啊没事别啊，老师不这念嘛？这念嘛？老师啊，老师啊没事别啊，是念老师我听嘛不弄？那这样美丽啊，不要讲。第一个问老师啊，我没事别啊。这个工作是老师帮我介绍的。这个工作是老师帮我介绍的。第一个刚刚过，我也老师啊没事别啊。第一个刚刚过，美丽家没事别啊，是不表面哦。卡里，卡里，这个工作是我的经理。Hello，老师。好，继续，下表吧。咋啦？有，我有听到。这个工作，这个工，
这个工作是我的经理帮我介绍的。哦，这个工作是我的经理帮我介绍的。好，那老师就轮流等我呀，不好？那老师只有一个理嘛不？嗯，第三个不啊？那我第三个不啊？得熟悉路呀。第一位得力嘛，老师都没有开心，老师把他去嘛，帮我开门。比如说，明家不弄，我买咖啡，我咖啡会的不？哦，我买咖啡，我直接买我的咖啡，咖啡。哦，我买咖啡送我咖啡会的。哎，那个明家不要紧啦，明家咖啡会比吧，所以下面都没有开心。你帮我，你直接帮我，我直接过去嘛，他。啊，张远，你帮我买咖啡，你看我咖啡你会杯吧？那帮俺老师雇你的，可是老师里面都没有开你的卡嘛？对，那老师张大表记不呢？挂过表不呢？你帮我买咖啡，说你看我咖啡会杯录表了。就是 subject 你帮我啊，他说你没有现在呢？你看我，你看我心里吃杯吧不？那，你看我心里吃杯吧不录表么？哦，对象都没有开那卡嘛，没有写嘛。你帮我并发 object 卡牌了，就比方说你 coffee 外的，你讲 coffee 外比如说 coffee 外的说外的 coffee 不，然后发现了嘛，买咖啡不？那 hinter 的有没有先查他们？你讲 hinter 比吧，那都没有 request 对象写嘛，把贴你帮我，那 hinter 比吧说 hinter 比吧牌嘞，没有挂我先查们。那老师滴滴林表叫你讲 hinter 比吧，你帮我煮菜。你帮我。煮菜就是，你看过你很吃枇杷红，就是你看很吃枇杷不？啊，那老师，你看意大利一枇杷多少钱啊？一支票，一支票有三块吗？有3块钱的，喊出来，一支票3块啊？好，一支票，你帮没有我三，说句话也喊出，你帮我说句话也来。你帮我写作业，很熟练不？你帮我写作业，你那个 exactly 一笔吧？看来呢，traditional assembly 发音的代表，好像，哎，你帮我煮菜，你看很厉害吧？那你帮我写作业，你看我 exactly 一笔吧？好，那老师，不不用了。哎，你看我为了小白吧，我那表情呢？哪条喂？你帮我洗衣服，你。你帮我洗衣服，那我为了小白吧。好，那老师，那边，你看我一年的衣服在没吧？你帮我看一下。你帮我。看衣服，所以老师都没有看以前的，都过过看那卡嘛。你看我米粒喷白吧哦，你看我咖喱棒白吧哦，你看我 egg 的白吧哦，然后 TV 的喷白吧哦。哦，那你看我拍的绿白吧，所以说告诉的好嘛。有的老师 TV 之前呢，你看 TV 的喷白吧，绿不绿表我们的那个丽丽，TV 喷呢？弟弟去哪家了，老师？你不要吧嘞，弟弟要加了，但是你喷的喷的呀，感冒的呀，是呀是喽，该是呀。好好，哇！你帮我看好的，你帮我看电视，你帮我看一帮下。我开电视，你看我 TV 里喷喂吧？啊，你们老师看呀，的家属也忙的，TV 把耳光的把俺的所喷的。那老师那个没钱当妈妈，你看我隔壁家里喷喂吧？你帮我开电脑。你帮我看电脑，你看我隔壁家里喷。所以老师得有爱的礼貌不？喏，都没有看那种看的，老师以及 respect 也看。不知道老师帮忙的，看看隔壁家喷呗。看看我啊，这边喷呗，看看英语在呗，哎，不能开门。老师都这个年级开能开呢，年级开能。所以你帮我什么什么的，说比较。所以老师半夜 original mini 的过年的，可是老师把那边那一看嘛，特别有霸道。所以老师你帮忙不？这个工作是谁帮你介绍的？不都怪你我。
没识别的嘞，外面闺女没识别了，比如肉店啦，外面没识别的，所以这个工作是谁谁谁帮我介绍的，不对不对啊，没识别不，所以他说这个是帮人有帮用的。哦，那我说芒果第一点，那叫芒果，莫安芒二声芒，个窝果三声果，芒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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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是第一点。那老师，你帮我看一下，看一下对吧？看到了几吧？问一下，不然弄啥了？看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你看看到了几笔吧？啊，老师啊，听清他也不？啊，老师啊，你们碰了了？哎，你帮我看一下，你看看到几笔吧？那老师啊，哎，那多少钱了？老师哎，有没有二他笔？你看看到几笔吧？你帮我，就是看一下，你帮我写作业，你看我咋的一笔吧？这是多少多？你帮我洗衣服，你看我哎，你的小笔吧？你帮我烫衣服，你看我给你领衣服带回吧。烫啊不背的衣服啊，Angie 烫衣服这些 Angie 也不背的，就是 Angie 没有带的。你帮我煮菜，你看我他们那些回吧。所以第二点看电视，帮他们看的。那老师怎么看电视？第一盘的，灯灯啊这边个迷路，看灯说了迷盘的。那老师讲的。你看我古边迷路，我迷路迷路，盘背吧，说不路标不着，难眼眼看。人家，人家，努然。你帮我开灯。那老师讲到那里要帮侬翻一下，不然老师碰面了，翻一下。你看我米粒碰别吧，说算了，怎么样？努然，比如说你帮我开灯了，你看我看到了米粒碰别吧，看到了我老师把太阳了，飘飘。你帮我看一下，你帮我开灯一下。看一下，等我，你帮我开灯一下，啊，你帮我开灯一下，我五米碰壁吧，不好。那老师生日是每年啊，每年嘛表示嘛噻，快乐就是表现的，生日快乐，每年嘛表示嘛噻，每年嘛表示嘛噻。那老师祝我祝四生九九月的月老师把来说祝当辈的为是老大不？哦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祝你生日快乐！哎呦，老师，这个啥嘛？祝你生日快乐！就是每年嘛表示嘛，是不？所以你嘛，祝你生日快乐，就是每年嘛表示万岁咯，是当辈吧嘞？生日刚每年吧，生日快乐就是每年嘛表示万岁，祝你啊，祝啊是当辈吧嘞？你看你个，你个每年嘛表示万岁咯，是当辈吧嘞？祝你生日快乐！电话，老师啥白天嘛，我那手机要封好的，可是老师电话还是封没？可是老师这个别嘛，手机那边东南面。哎不，打你呀！有没有其他没？两个儿子打你呀，儿子个打哦，两个儿子打你呀，送的别个不别的来上别的，送给啊嘞来上别的，送不别来上别不别是吧？老师啊，比如说没被用来嘞，老师啊别了没？没别啊别，老师啊，你有来不别没？然后你有 I take you 不？你有来上？你有来不别没不？我个 subject，不比一个 fact，另一个 object。那老师不要讲到底要不要讲，普遍肯定来不为吗？不为，不为来吗？签名，还是不要了。我发表嘛着，你有来不？你有不比没不？我送给你，我送你，对，那我么送。没有那上辈没路爬那边路面，我呢，因为那时候没有来报嘛。那老师啊，老师那他妈碰了一些，苏迪里奥，发表，我送你就不要来的，苏迪里奥送你说去了，那你用报备也放着吧了，那你用那上辈啊，苏迪里奥我送你，好嘞，他叫老师 presence 比还没撇断了，苏迪里奥所以来说，老师到底是按照报备路爬那边么啦，那上辈路爬那边么，说明还请你见么哩？说啥表都是讲到，因为我老师要断嘞，明天眼睛拿路，明天来补没？我送你就表在家吧嘞，那你用补杯没说，边来补杯没说，提杯没有？那老师没有那上杯来着，你家了把皮着，那你我那上杯没说，提杯没有皮断嘞？那老师送给啊嘞，提杯那上杯，就说是的，我送给你，我送给你，那你我那上杯没？所以那老师对对啊，这边啊买嘞，我写的那些题目，那表我写的那些答。谢谢，记住得嘛的。所以老师，谢谢马老师交代，我们老师啥办法就你们。
太谢谢你了，所以读懂哈。我呢，研究重点的太阳老师，龙岩啊，研究重点嘛，所以老师太谢谢你，所以懂了，没有利息。啥讲老师，这改变我们比较哈大神呢。好，我懂了一卡嘛，找到第二少是给我验证讲东西。老师，基础点的都不会看嘛，这个律动公式，这个律万是老师方便不？谢谢基础点的。遇到老师还没有了上不来，路面基础点的，那我们基础点啊不？这个律万就是谢谢啊，这个律度啊，这个律度那面啊比较简单，而且基础点呢，基础点的是吧？它有有基础点呢，才不补点呢，基础一点点的，感谢感谢，你们帮我这个律度。感谢他，就把这 over 批多了，兼顾基础的呢，单特论基础的呢，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。过多看下热情嘛，都没有顾虑啊。我老过多的兼顾，maybe 不算直接批钢片了，明白？哎，直接讲，明白我这可能标了别人了，明只是说谢谢感谢，新郎的这么来呢，非常感谢。所以明就要顾基础的呢，明白这个流量的基础进去哪了？你们看明自己不？明天谢谢 SM 表进来了，感谢 SM 表进来了，非常感谢 SM 表进来了。明天过个春天啊嘛，没得别的个人来接触的，明老师有接触点的都表来点啥个？感谢了，非常感谢了，谢谢了，别的个人什么嘞？没有没心啥没？可以，老师说了行不？老师我不能，呀，给你别开路嘞。好，那老师的非常感谢，单特能接触点呢？那老师是这个人的领导呢？张张明老师，英语过来差别了，学过来差别了。老师谢谢苏亚斌，那是老师弄没了不？过我呢不爱的过去呢，奇妙就是等下现在还没教老师，非常感谢新郎嘛，弄了对不？所以老师这个是挂过，我明天啊没不弄啊，被这个人呢表没做的还没。所以老师三百嘛都也看嘛，太谢谢是，就是一点点嘛，第二点呢说还没，这个表妈妈懂，所以就是点了懂钱，这都没有也不懂嘛不？那这个人我这个人就这个人对，不如没有那表情了，谢谢感谢非常感谢啊，打电话冯彩玲。老师吧，老林，老师风扇你的发言地方呢？东路亚不？老师风扇你的，前面不路标吗？那前面可以查，是的瑞，老师风扇你的。老师在打电话。老师在打电话，老师风扇你的。那老师打篮球对吧？喏。不是个博个啥的，那老师打讲你不要啥，老师打都没有戏吧嘞？打都没有戏，哎，那么的打的电话呢，就来来看嘛，那么的打的把这个撇掉来说，风扇提出来这个撇掉吧嘞？那么你打的阿个啥呢？就来老师表情的不喏，篮球啊，basketball，老师 basketball 嘛，跑步，不但还打羽毛球啊，打棒球啊，打乒乓球。哎，都吹，阿个啥呢？都也看嘛，打都也看嘛，撇掉喽，个啥的路吧打边啊嘞？那么多打人耍路下一个。打人，你路没压呢，没老呢，don d o n post o v d don 那白了说怕过对路怕多少没了，讲他表啥了，现在他喏，他说你路没压呢，你路没压呢，老师说先也路压你来下下，下下下说老师那嘛什么东西没有，老师还没不，老师还没等你老师问这里多都是印度啊，老师不他妈多，老师烟吃的，这边哪里买台呢？老师，明天你们可比强了。可是，那哪一位等哪一个叫老师那边的先生要我？老师，明天你了，我说了，我说这片片的，黄绿油有没有零碎啊？黄绿油有零碎啊？代表慢点啊，没得，慢点啊，没得，老师别慢点啊，老师啊，就说啪啪啪啪的，老师听见了，不行嘞。因为都老早都，我们今天来了吧？我们中午应该下雨了，然后俺们就是说，俺们周一半天，我们那么家管的红包多，天气老啥了哦。所以老师的沿路路也得写，那也是老师说，周内也给咱们红包，就挨骂老师去了，我陪他吧。那老师，您路我们家应该包喏，表啊，去表去那啥个，速递里不路表么？你不要打人。对，你不要打人，录我们下一个。老师台湾嘛，不咯？台湾嘛，所以先老师不要打人。台湾嘛，我老师我不理解，表面水嘛，喏，路人跟人吵架，路人眼皮的，老师不要打人，我们下一个。你这路老师老白不咯？那老师哄骗，老白路还凶了。这不是那老师对眼皮路呀，不管是老师哪被那个毛皮皮，不是那表，我真那表，对样谁，模仿谁，不说我是谁，俺皮肤我真那嘞，不是不是，谁打谁哪个？没进来，别那个嘛，你也讲那别别老师的没了，我们不如我们看啥耽误事情，别别吧，找那个啥老板谁办呢？不如我们看啥耽误，不要打人，那么办呢？
老板路啊，兄妹嘛他，好，老板路啊，哎兄妹，所以老师不要打人，路没烟的，所以老师就把打东西去吧嘞。那么这打胖松音啥的，阿个啥松音个啥的，就不松音下一点。好，老师啊，路爷爷来烟在的。啊，老师啊，路爷爷来在的，路对老师那个路爷爷来在的，路标么着啊，他先拆。老师喜欢打人。老师喜欢打人，老师路爷爷来在的。啊，老师，你那是老师本来也来这个对吧？老师，那毛喽，好，包喽，这片片的也来，也在的。啊，老师很喜欢打人，啊，老师你包你都那毛喽，片片的也来，也在的。啊，那问一下，老师找翻译一下吧，咱们问啊，没的，问一下，看他没来，我们没必要噻。哦，我老师看到没必要，所以老师问一下，老师你们饭里面有啥路呀？不喏，俺老师看到那没来，我没不。老师比如说，这寒假我们老师不要病了，给啥都户口都肯定。老师说台湾长大，老师得病啥？啊，给啥都那个谁，你不要自己决定，让你们从偏南地来。哎，老师我看到没来，我们长大说不明白，老比着嘛，俺那没看没有用哦，都没了地了。妈呀，给啥别的那批比段人家，老师给不公面咯。所以老师你长大就没来对面，嘛老去嘛，老师我也没来。老比了嘛，那没呢，老比嘛没啊，那比我了没有用，我把脾气比了没有，所以我看老师他那没来，我没报。好，那老师不录表嘛？问一下，分录老师表他，所以没声张。然后他在问啊，老师他那没来，我没。我问一下老师，我问一下老师，比如说没等个今天搞没有了，哪口了变多他们了？好，没还是那么了，没得有，你还没看那没来，我没。好，俺没看到没来，我们等我顶不录表么？等我的。老师吧，又来了，等一俺下。没看到没来，我们刚骗他。没有看到没来，我们的表了，老师。对。问一下妈妈，我问一下妈妈，那老师什么时候？什么时候这边个发财？内容啊，别钱啊？那不如没有来说，老师什么时候给妈点到来呢？是不是点他？那老师你内容啊，涨到大嘞？你内容只有啥点哪嘞？你内容台湾多少嘞？六公三秒呢？所以老师推出表现了吧？给妈点没啥了？开始啥的的？那老师讲哪里？没人没给我看嘞，没看，不知道担忧嘛？所以呢，老师没人正对啊嘞，没给我这不过。比如说老师讲到台湾哪个月台不？那担忧嘛？没，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？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？内容啊，啥比的有啥点哪嘞？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？那老师，我老师你的你猜完了？那、哦、是哪玩意儿？8月份，分月那么八日，八月那么八日分月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八是腊八。八月左右说八撇多了，August 哪个？啊，August 哪个？这有啥啥点哪么工？尤其呢，是腊八多嘎，得有啥啥的的，所以是腊八。那老师说不？哎，老师你什么时候要回来？明天，明妈约了别来。哎，我老师说了行，哭说了行，我那是腊八，可能腊八。老师说可能腊八要变腊八。我7月份要回来，可能腊八变腊梅不？7月份。7月回来，所以俺出来那边了没？别多，老师表情呢？可能那旁边了没？表情呢？所以我7月份要回来。比如说，老师我没，老师你什么时候要结婚？不是明拉嫂嘛嘞？我谁那白马明拉嫂没？他把说，我10月份要结婚，我10月份要结婚。所以阿鲁，八路表情了说，分过去啊没？那地方嘞？我8月份的时候开始学中文。啊，是那班谁嘛啥比丢啥的呢不？那老师去年啥？没那个，去年没那个，我们那种啊丢啥啥的，那么那个路表也看嘛。老师分了这些嘛路，我报的好。老师是那班爸嘛分他啊，然后班朋友他说，那老师你嘛签这手续哪不呢？我们那个啥比丢啥的呢？路表签了，哇塞！我去年的时候开始学中文。好，那老师已经这边老师 already 已经什么 already 这户口漏笔多少不？那前面啥笔笔了？老师已经叫我老师去嘛，不要开吧？喏，老师那边我吃饭了，那前面啥笔笔？然后老师讲到底要改变嘛？那那边明明那表情呢？我已经吃饭了，是那前面啥笔笔不？老师懂不呀？好，那老师已经叫变表了，那老师。
浙江长三生长呢，浙江长三生长那故事，江也是菊花的，爆花的，长也咋写啊？那故事汉字个猪猪呗。啊，北京人嘛讲北京人嘛，广东人说叫他啥八个西啥鸡，闹啥鸟鸡，比如东话嘛，北好讲他干嘛北强。比如说菊花的爆花的时候，冰啊鸡来的，明啊雪要来的，那叫讲这边写苞米写，哦，这个写叫长。哦，所以老师这边写，这边啊写，那老师讲头发木，长头发，头发就是这边长头发这边写，哦，妈妈这边写写的，我有长头发，啊，我有长头发，对呀这边写啊，因那里不路标呢，对呀这边写，对耶这边写，该因那的，为什么要？他的长头发很漂亮。啊，短头发，短头发就是老师啊，短啊，短的头发这边，对呀，这边多啊，肌肉高的，啊，肌肉高的，肌肉高的老师啊，比如表了新加坡呢，猴子会，他的头发很好看。这边多，他的短头发很好看。哦，他的短头发很好看，好看肌高的。好看高多，看看姐好看姐高多，所以她的短头发很好看，肚子边多啊，肌肉高呢。啊，那时候苞米叫老师，苞米鞋长裤子，啊，这苞米鞋啊不老了，不如不要老鼠今年。放在家了。嗯，有。来，现在选裤子多少钱？这张长裤子多少多钱？少钱？啊，那老师讲了，你要表明个表姐啊，那个苏金莲嘛，表明我这方面是我现在的。我很喜欢在家抢裤子。哦，我很喜欢这张长裤子。那老师短裤子，苞米多，嗯，啊，苞米多，为了让我们再补猴子会。我不喜欢穿短裤子。我不喜欢穿短裤子，我老没读呀，然后没在乎。那老师那些长的，长路吧，那吧嗒嗒。那老师长长一点呗，老师菊花了。那老师花在哪了？长大了，这边学校的老师长大了，是说学校老师说了行。我长大了，这边吧说啊学校的老师长大了不能，长大的不嘛，不能啊，明白英语了嘛？你啦，就是说等你 A 面啥面。啊，六个阿妹，六边阿妹，他会的。可是老师那个教教的看嘛，不啊，我也是偏呆呀的。哎，看嘛，老师讲他会讲的，不必要学校。原来说，六个公鸡出来说啊，才老师不要紧啦。国家不必要现在哪里哪里哪里不？啊，就一考虑下啥老师？就是说国外啊，对于考虑现在哪了？那对于考虑现在哪了？从偏才对哦。哦，比如说，伊侬啊说了先过下来不是朋友过来，哦，不是我可能都会买过下来不是下家嘞，不是你打哪嘞？祖上打哪嘞？那咋学校来了？如果忘记哪的不了，学校来比较好呢。老师伊侬啊，老师能和我厕所不？老师啊，老师奶奶说我们分手，哦，难过没？老师都会这样子的，为什么？老师那时候还没这样打的了，学妙的，因为老师讲起来不起来比较好。老师懊恼对课，老师没认真听。那老师长大了，又要来了，懊恼对课，现在来看嘛。哦，哎呀，他告诉老师不要你长大了，你又要来比说，爸比方说，你也对课了，现在来比。如今来呢，啥？我也对课，母是丈夫的吧，明得了了。哦，我讲，那老师比如呀，你长大的时候想做什么？你长大的时候想做什么？你又要哪一把路钱了不？比如说，明明面苦啊，三两学老师明明肯定不阿被学的呀。长大就是明大学毕业了，不会阿比多，University graduate 毕业多阿比，那就是明长大路比路呀嘞。你长大的时候想做什么？明又要一把路钱了。老师，我长大的时候我想照顾妈妈，我明我不用再学的，这可路钱了。那叫我长大的时候，所以老师里面跟我明路呀吧嘞。啊，你。长大的时候，哦，你又要这个卡吗？想做什么？想做什么？你又要你把路钱了不？不然嘛，过路钱来讲两个不行。哦，我长大的时候，我想照顾我的妈妈。
老师属于呢，我没有雇佣赛权呢，照顾就是老师 take care 的雇佣赛的，我想照顾我的妈妈，老师不爱骂老师的，我没有雇佣赛的留下班没休，哦，我的妈没有雇佣赛，没拿嘛，你不要老师了雇佣赛难过呢，好，可以再念了，没休啊，不灵了，老师不想下了，好了。我呀，你们比如说呀，我呢，我没那么多台面哦。那时候请的那老师，你那么多不难过呢？哎，那没有，没那么台面。那时候请的那不蛮比如说的那么吧不？老师的家，老师家，我呀，你留留的没事别上他别啊不？那这老师一种照顾比如说你的没有吧呗？哦，照顾是吧？Take care 比如说的。所以我长大的时候，我也要得请嘛。我想照顾，想把咱俩懂了，照顾啊，take care 的，所以想把它保完。我想照顾，我的妈妈，所以妈嘞，没也要没录取来着。我长大的时候，我想当老师，啊，想嘛调聘请嘞，哦，就是没当过呀嘞，哦，过了也要来看嘛。那你学习中文多久嘞？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？你们老师有多长时间了？我们拍五六拍的时候，多长时间了？把老假了。多讲了，怎么样？多讲了，为啥讲不长？你讲大的，sorry，你学习中文多久了？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？说实话，找了你什么时候学习中文？说你北中啊，丢啥在哪里努力呀？啊，啊，酷家了，你丢啥在哪？不老假逼嘞，假听过没有啊？明明老师讲哪里的，说过月里了，老师讲啥子的？哦，说过月里了，讲啥的了？他说，俺那玩意说过，超那玩意说过，可能那玩意说过，东那左右了，那里了那么别的，老师说一些。哦，说里了为他玩了，好，里了为他玩了，好，那丢啥嘛？那没有没的，丢啥的了？不老假逼嘞，多久了呀？嘞，老师好了，不老假逼嘞，多长时间嘞？好了，不老假逼嘞。没留牙吧喏，所以那没有弄啊，慢嘞。这收入也没有多久了呢，没，这收入也多长时间了没？那没有弄啊，等下嘞。哦，fifty to fifty，骗多长时间多久了嘛？骗他，我学习中文已经4个月了，老师把房了懂了，已经了懂他嘞。没，已经没他有4个月左右，老师累了心里慢嘞，那么老师那边面前了。我学习中文已经4个月了。老师说：“老师丢啥的呢？上岸天洗碗，老师不留标了，叫那条标记啊，哦，挖来，我丢啥的呢？上岸天洗碗呗。老师学习中文15年了。我老师学习中文已经不能懂了。我老师学习中文已经15年了，上岸天洗碗个。好，那我丢啥的呢？叔叔吧，是那洗碗留标了。得到我。我学习中文是七八月了，八月八份月。好个是哪批不？一起转是哪？家庭股票批转各看表没？8个月了，那已经不怎么懂了，没努力。我学习中文已经8个月了，已经8个月了，那得先看表没有？我丢啥的呢？看到哪些哩？得先看。那先查，那先查好不？那先查。应该考两脚啊。是的瑞，我丢啥的呢？考到哪些的？我学习中文已经7个月了。好，那就要变表那个，好吧？飘飘，我丢啥的呢？上到哪些的？我学习中文已经，12个月了。各看表呢？那认识认呃，那是那是哪里个？我台湾我来了，看到你视频都表进来，在哪里？我台湾来了，看到你视频，Nora。我来台湾已经七年了。你觉得太怎样了呢？我来台湾已经7年了，那我新加坡多了，能你视频不？能你看？我去新加坡已经2年了，没有2年了，2年了。而且这年，个人看嘛，年两了。年懂我们了。我去新加坡已经2年了，所以老师你嘛懂我呀？咋去？
好，那老师认识罗马帕布，认识对不对？听明白你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很高兴认识你，对不对？就是老师啊，nice to meet you。好，nice to meet you，很高兴，英文的，哎，高兴啊，文达啊，很高兴，英文的吧，认识你，你认识你啊，所以很高兴认识你，就是你认识你啊，英文的吧，这个弄。哪里？好，那么他的题目是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，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第六个动画故没事别了不？那老师，课本在教室就是啥地看嘛？在教室啥地看嘛？在教室。生日快乐，我尼玛别吹吧，谢谢。这是节是皮的饭，这是送给你的。然后你给我来上笔的，你给我，这是送给你的。然后你给我来上笔啊的，是什么？芭蕾的，芭比 C 嘞不？Subject 是 you 吧？Object 是是什么？芭比 C 嘞？是皮的嘞，一本书得有，这哦，书啥啥哦，啥都拿嘞，是一本书吗？啥都拿嘞，哇，变标了，对，蛮嘞嘞。这本书第三个 subject 是个 PDF，我写的，我写的，不过那边他了。这本书是我写的，啊，太谢谢你了。所以老师是话不要的了，我先记住点的说啥，用记录下面我们懂了不？然后给老师加三百万葫芦，懂了不？那太谢谢你了不？哈，那老师，你应该，我吃的，所以老师不录表么？身上呢？你应该我吃的，没听到吗？这个菜是我煮的。啊，这个菜是我煮的啊。那老师，丽丽，第几个啊？学啊？这件衣服给你啊，学了是吧？这件是衣服我的了。第几个？给你啊，这件衣服。啊，饭。啊，爸妈能不能放下他嘞呢？这本书是我写的。哦，这件衣服是我洗的，哦，这件衣服是我洗的。好，那老师，对的。那个看，没白说，地方你干啊带的。这件裤子是我烫的。这件裤子是我烫的。好，地方干啊喂的，那皮喂。这手机是我买，发工量表。我买的，好，看出了你工作咋干啊，懂的。这台电是，我用。对，这台电脑是我用的，所以老师地方地方的老师这路工厂里都弄颜色的呀嘛。哦，不是啥，我发现这张模糊，把古把啊漏的，哎，不沾边的呀嘛。老师啊，在教室课本这么的也没拍啊。这上是生日快乐，是送给你的，是什么？是一本书吗？对，这本书是我写的，太谢谢你了。好，第二个在家里哎嘛。啊，早上有你有一个电话，早上大么呢？大用其他的，门那个嘞，有写的喂，你妈嘞，一个电话，门那个的嘛，就是说把写的说风的拢来，风的拢写，就是说风我给你读过去就表了。啊，早上有你一个电话，门那个风的过去也拿嘞，你用风的过去嘞，电话是谁打的？电话风啊是皮的谁打的？发的。不读个啥打嘞？打老师啊，call 啥的？哎，让我们当表的吧。不读啥打嘞？电话是谁打的？啊，而且老师教那点我表没有没知道不咯？卡里，
你这大应该不都吃大嘞？这鸡肉是谁煮的？这个鸡肉是谁煮的？好，那那在哪的？这亏里个不都为啥嘞？弟弟嘞？这只狗是谁买的？这只狗是谁买的？所以老师就没有表明东亚，从来都是叫到地上面。那你们电话是谁打的？从来不都是打的？不知道，你无人是皮的，儿子接的，接的别个干的。是儿子接的，是吧？打干哪的？接的，接俺老师干的。然后老师两边走的干的。好，搞没了。晚上你要咋样？我问一下儿子，那打我看他没来我们。好，老师配合那个卡里在家里。在家里，早上有你一个电话，电话是谁打的？不知道，是儿子。没讲完。好，晚上下儿子。好，那老师在运动场哎，对吧？老师把他说运动啊，老师阿克萨楼的运动场所，老师阿克萨归运动场。你喜欢踢足球吗？运动场阿克萨归呢？你喜欢踢足球吗？你不能跟俺俩在了，非常了。老师说说了，我这个绿的绿马吧了，非常说俺龙岩，非常喜欢。哎呀，龙岩我在这的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？说说老师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中文不？老师，你们在了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？你看没人往上比不能干哪嘞？我11岁的时候。啊，但是在这里干你嘞，开始踢足球，不弄啥干哪嘞？已经踢了10年了，已经分了，分租房东他了，已经踢了10年了，干哪三年洗的？所以老师的房嘛，已经分了，已经分租房东他不？啊，请讲了，老师，我丢啥？我但是我那个啥被丢啥的呢？顶开了。生啊，你写比不罗标么？等下了啊，是你写别他吧了，是啥呢？但是啊，你个啥比丢啥的呢？等下了，是你写比，哎，张总要标记啊，那个喊出来啊，但是啊，你个啥比丢啥的呢？5岁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，已经学习了是你。八年了。已经学了8年了。老师，你们学习了多少？已经学了8年了哈。那如果不，但是那个啥比西古的呢？西古达，西古达，那你是约他吧了？那你是约哪批位？我8岁的时候开始一股的，游泳。我是哪个不录呀？一股开的，那你是呗？已经有了，就有了，一直有嘞，一直有嘞，2年嘞，已经有了2年了。2年嘞。那老师，台湾哦。台湾我等那阵那个啥味道嘞？打开了是那些可能那些我等那阵那个啥味台湾打开的，打了可能那些可比没呗。我22岁的时候开始去台湾，已经去了7年了。已经去了7年了，所以老师，白天个跑啥路的，白天嘛发开的，不老加班了，这路房东呀嘞，东东南的，
呀，那这和老师讲法前些时候，比如老师心脏被动了呀，不好。那老师在运动场了，不得比如老师讲法拍啊，那个丽丽拍啊，在运动场。在运动场，你喜欢踢足球吗？非常喜欢。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踢足球的？我是一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，已经先踢。说了啊，我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。我是一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，已经踢了10年了。啊，在公司 company 吗？你在这，老师借离。这里就是地理啊，不，多少老师地嘛，讲到这是不成嘛，老师也是看那看那表，多老师讲到地理嘛，这里你们懂没？反正懂了说，这个这里你们懂没？这俄国老师，俄国咱票款没？就是这儿啊，这儿啊，这儿，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说说老师表，你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？还是多久了？对嘛嘞？你在这工作多久了？没了呀嘞？多长时间没来呀？你的马路路咋不老家？明白不？你在这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你的马路路咋没老家？明白？你是不是在这儿？Please what? Please 不？今天呀嘛，工作 what？你的马路路咋不老家？明白？答应个行，多长时间了？对，已经2年多了，已经2年多了，你妈多了是吧？嘞，舅舅，那你舅比已经2年多了。啊，老师，明天的嘛，老师是嘛，就啥的拿不到家的，不露面了呀？你的嘛，就啥的拿不到家的，今年嘛喏，啊，你今年嘛，就啥的拿不到家的，哎，没空没接啊，没现在忙吗？你在这儿住多长时间了？你今年嘛，就啥的拿不到家的嘞？你在这儿学习中文多少时间了？对，你在这儿学习中文多长时间了？你今年嘛六啥的拿不到家的嘞？啊，老师，FT 版 online Chinese class 嘛。好，那Lila 教比不？Lila 教，比如老师啊，比较简单，那你看。已经4个月多了。已经4个月多了，Lila 教比嘞。我是2011年来的，我是2011年来的。过年大概这里拍这卡嘛，大龙子拍卡没？2011是一轮拍啊。我是2011年来的，把表拉的有囊表拿着拉大。我是2011年来的，老师我没留言。老师你什么时候去台湾？你台湾白话多啊？来，老师啊，表啊，那超困难困难了，对，那超超那超恐怖啊！那超超不超吧？那超超困难个。台湾国拉达，那他超过那个台湾国拉达路标记呢？Nora，我是2006年来台湾的。我是2066年来台湾的，那他超过那个台湾来了，所以昆汀大概这里我老师丢德隆西拍完了呢。你认识谢先生吗？谢啊，没有的吗？谢谢也谢，没有先生啊，没有打鲁金明。你认识谢先生吗？你谢没有打我印尼来的，认识印尼来的。我们是阿罗阿皮的，我们是在师范大学同学说 University classmate 的皮的。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，然后老师刚才哈，第六个不要我，没事别啊，拍啊，铺位，在公司。在公司，你在这工作多长时间了？已经2年多了。我是2011年来的。你认识谢先生吗？认识，我们是大学同学。这个做工是，这个工作是，这个工作是，这个工作是他帮我介绍的。好，那老师讲的，你们有没有记得曼米拉暗骚的鬼神的话吗？好，那个，Piu Piu 第一题，没跟我老比的 Piu Piu 啊，Piu Piu。
QQ。这本书是谁写的？李少光阿姨来的。这本书是我写的，李少光阿姨的。好，第二题，苏比瑞。早上的电话写着的，那个碰啊不都该拿嘞？早上电话写儿子接的，那个碰老啊师，医生怎么接的？儿子接的。儿子接的，那个碰啊大概呢？对，好，那老师第三题，那个，的心态。他是什么时候开始听书写的？他是11岁。他是11岁的时候。11岁的时候开始踢足球的。好，第五，sorry，第四题的答案。他在哪里上班多久时间了？方法。多他在久？那儿工作多长时间了？对了，老贾比较多嘛，老张。2年多了。然后已经把这不用，这也批变不用。他在那工作。他在那工作已经2年多了。哦，他在那儿工作已经2年多了。好，那第五题动我的。工作室上班，他哎这好的。哎，工作是谁帮他介绍的？工作室谁班，他在小的。大学同学，谁班，他在小的。我给你我拍比亚呗。工作是谁呀嘛？皮特没？工作工是作室，就是大学同学帮我介绍的。工作室大班学同同学帮学，他介绍的，帮他在校的，啥的巧克力啊，但他老妈都老怕你的，你瞧这个话。好，那老师，就不等他老师分以后不等，老师分以后不等，对面两不点那个对象了。老师都没看到了，多大点声？老师，等一下，看到了多少题了？看到了多少了？OK，好。老师分以后不这么点的呢？什么哈？你这么我哈？在家听老师。以后也得没有老师啊，这不能比脑，发比脑。那么呢，就是他们啥比脑，一出比脑，为说比脑啊，因咋一比脑？吃饭他们啥的，吃饭以后他们啥比脑？啊，那老师，你吃饭以后做什么？做什么就是八楼了。你吃饭以后做什么？你他们啥比呢？八楼了，知道什么你啊嘛？啊，皮特啊嘛？我不知道，我他们啥比呢？老师阿妈一他嘞，我吃饭以后去休息，去啊多的休息啊哪有的咯？多啊哪有嘞？休息呗，算哪有的咯？我他们啥比呢？多啊哪有嘞？我吃饭以后去休息，我他们啥比呢？多啊哪有嘞？那没八楼了，没挂。老师讲到这个，没这样没有，那没啊皮皮吧？喏，那我来，你吃饭以后做什么？我吃饭以后看书。他们啥没那啥拍的？那不，我吃饭以后看书，啊嘛，他们啥没那啥拍的？那我吃饭以后背书，老师对你来吧嘞，啥讲的？哦，他们啥没那啥讲的？那老师讲到那里有没有啊？温水一样，你吃饭以后叫什么？我吃饭以后洗澡。他们啥没那也出来在家都。那老师啊，下班说啊，露身的，下班以后露身的呢？那你下班以后做什么？你露身体呢？八楼了。那老师奥马一他啊，我下班以后，我先洗澡，先来一个这边啊，先说说完了，文学一样不完了。我洗澡嘛也出来。那老师奥马老师啊，冲着他了吧？来说先还先松，我先洗澡，啊也松也出来。讲到有啥东西写的篇不？我下班以后跟朋友喝咖啡，跟朋友说等眼睛呢。
啊，我下班以后喝咖啡水了，是吧？研究性多阿比，所以老师等眼睛呢，个肥皂的。我下班以后跟朋友喝咖啡呢。我下班以后，那老师叫嘛第二名级啊？那个洪智慧，你下班以后做什么？我下班以后先回家。哦，我也做一遍呢，想回家。那苏经理，你下班以后做什么？我下班以后跟爸爸看电视。哦，我老师咪那跟爸爸，跟爸爸看电视，平呢 DVD 的，都录一东呀嘞。好，那老师别没，再没的呀没，你下班以后做什么？我下班以后，我去买东西。啊，去买东西就去多少位了哈？卡里，你下班以后做什么？卡里，我下班先吃晚餐。先吃晚餐，你要啥饮啥嘞？啊，要爱么弄？好，那老师咱不下课，说说下班的话下课。你下课以后做什么？啊，下课以后你做什么？还是你游戏嘛？他那么说啥？要爱么弄？你老师当时没让我罢了。老师啊，你游戏嘛？他人，你下课以后做什么？老师你嘛？你有那补啥了？当时没让你罢了了不？那老师一条啊，我下课以后我帮妈妈。但是没呢，我帮妈妈，爸爸嘞，雇你的，我帮妈妈啊，没有雇你的。那老师叫那第二表姐啊，叮叮铃，你下课以后做什么？我上课以后睡觉。哈哈，下课以后睡觉，但是没呢，哎的哈，那么早睡觉哈。好，那老师，喊出来，你下课以后做什么？我下课以后玩游戏。俺你俺那么皮嘛皮吧嘛，老人家得给搞那么生产，得给对吧？我下课以后但我是年龄比较好记得嘞。哈哈，好，俺但是没呢，跟个啥嘞哈？明白？你下课以后做什么？我下课以后有点事。啊，对呀，宝宝，那俺但是没呢，Facebook 懂嘞哈，没拼命的懂俺们哈。那丽丽，你下课以后做什么？我下课以，完了下课以，我下课以后，我班就，完了说吃饭，他们啥？发表去哪嘞？我完了下课以。把下课以后，下课以后我班吃饭。我班，哦，妈，一种昆明啥也别进来了。好，我先吃饭，我先哦，下课以我先后吃我饭。先吃饭啊，一种昆明啥嘞？先也得别个，一种帮忙办了。那洗澡以后你做什么？你出不了你八楼了。那老师二妈一台机啊，洗澡以后我去练习中啊，多练习呢，练习啊，practice 楼的。去练习说，啊，多理解呢，写汉字，汉字一大溜，多理解呢。洗澡以后，我去练习写汉字，啊，汉字一大多理解呢。那老师表姐啊，没现在妈妈洗澡以后你做什么？我洗澡以后吃饭。啊，洗漱不了，成明啥嘞？好，那你看你洗澡以后做什么？那你看，洗澡以后做什么？好，那个努然，你洗澡以后做什么？洗澡以后，我喝水。啊，也非常写到的。好，飘飘，飘飘啊，看到啥多？苏迪瑞，你洗澡以后做什么？我洗澡以后写作业。啊，因那个伊出边啊，因啥伊的啊？那个就不得了，对么咯？咱们嘛就是，哎，就不得了，不用啊，又不得了。啊，这个不得了，老师没得的，因为老师啥得了，就是把 mini grammar 那那喵啊嘛，所以老师没得劲。那老师今天讲的也是。